哎，小杨同学，进门咋那么嚣张嘞？那不是老爸啊！我们那个第八志愿考试成绩出来了。考试成绩出来了。语文的。考得怎么样？那比水很好嘞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。很好啊，倒数第一名。哎呀，老爸，你说什么玩意儿了？那你考了几分啊？我全班第一。那你什么啊？全班第一？对呀。上属下第一还是下属上第一？啊、上属下第一啊。我是狗哎！这么牛的吗？对呀。我儿子出息了吗？啊！不能骗我的。对呀。那你把试卷拿来给我看看。哦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好吗？嗯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儿子出息了。全班第一，那考几分啊？一百。一百。必须。语文还数学啊？语文。语文啊？嗯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这出息了嘛呀，来看一下五年级下语文这个测试卷啊，看看全这个对的这个对的这个对的，哎呀这面都对的，这一面也是都对的是吧？嗯，哎呀不错呀。这一面呢，我知道你这阅读题好像比较弱的嘛，这是阅读题都对的吗？嗯。哎呀，不错，进步很大呀小朋友，这里也对的呀。哎呀真不错哎。哎，作文呢？作文老师没让我们写。什么？作文没让你们写？嗯。老师说作文不用写啊。嗯。真的吗？难道你们全班就你一个人考的全对啊？嗯。这样子的？嗯。那可真牛嘞。嗯。小强这次考100，我该奖励他什么？嗯。老爸。啊？那我考100分有什么奖励啊？奖励你一个屁。哎，老爸说啥呢？你给我呀！嘿嘿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奖励你一包星云版，怎么样？哎，好的好的，我这里那个欧瓦卡还没凑齐。好，那你开吧。好的。嗯，星云版，这个你还没有开多少啊？嗯。看一下能不能开出你想要的那张欧瓦卡。你最想要什么？那个黑暗特利加飞天的那张。黑暗特利加飞天的。欧这张赛价不错啊。欧不重光的那个 HR。欧不重光 HR， 就是那个电视卡对吧？嗯。来。我们看那个重点看一下会出什么欧瓦卡呢，来不要眨眼睛哦，给我那个就行。你怎么拿反了嘛？就这样。哎，那个赛斯、啊、这啥哇撑出了，就是这张。哇塞，我的天哪，你要啥就来啥，小杨同学太牛了吧。哎，那电视卡是什么？电视卡一张欧布的，哇塞，小伙伴们，这小霞同学太欧气了，考试考100分，他说要开这张黑暗特利加的这个欧瓦卡，他就开出来了。小伙伴们，能不能再给他点个赞啊？太欧皇了，那必须，收录你的卡册。好的，嗯。